觉，我是明白哦。喂，喂，可以按 S C 哦。可以按 S C 哦。喂。那个不是有去那什么女仆餐厅，那不是要你念那个咒语吗？魔耶魔耶吗？是这样魔吗？是魔耶吗？那是真呀！完蛋了，这会笑很久、哦，就像有了八颗骰子骰四点一样。哦，那个太扯了啦！那超扯，每个骰子有三分之一是零，三分之一是一，三分之一是二。正常来说，一个骰子期望值应该是一，对，八个骰子应该差不多骰四，八个骰子应该骰八，平均是八，我骰出一个四。你说你比较四颗零？对，四个零，超扯。四个零，四个一，超扯。最气。你怎么骰子？哦，气气气！而且他是使用技能才有八颗骰子，然后使用道具啦。用完之后，结果还出现了四，气！往好处想啊，说不定你没用道具，可能是零。不会啊，顶多二、啊。顶多二，然后他会后悔说：“我早知道用道具了。”就是最后一骰，就是整个就剧情已经到最后关头了，最后一骰过了就赢了。嗯，对，我八个骰子才四。这时候是谁啊？谁获胜啊？小雨啊！哦，小雨。对啊。哎。关键的一骰，关键的一骰，我每次最关键的时候都骰超烂，就最关键的时候就落掉了，就没有那个命了。运气都用在前面了，没有，重点是前面还有也还很差，运气都不知道去哪里的，可能在某一款游戏吧。哎希望运气到猫战就好了。哇！我接了金叹号以后，我都不知道我什么东西可以回，什么东西是没有，那些都在自由任务，金叹号都在自由任务。哦，哎、欸，我获得体力套装。哦，那这样可以穿衣服了吧？你可以被多打一下了。真的是多打一下，打包太重，套装。我要把我的道具给放回去。哦，对，你的那个啊，调查物资班队长那个啊，你有个任务要回一回。物资班队长，就刚刚讲的火箭队，昨天讲的火箭队，哦、有个达成交货任务，委托任务，那边有很多是开营地的。嗯，我不小心点到炼金那个哎、欸。不要离开，离开，离开！不要相信那些赌博的东西。是吗？可是他不给我离开，我得动画看完，是不是？哦，对。哦，你开始第一次跟他讲话吧？那我第一次跟他讲话，他会跟你讲说，我看首相很准之类，都不要相信他。是骗你的。对，杰克在上面花了一大堆珠子，就是融不到他要的珠子。那时候好像什么哦，扩散呐、啊，他想要那个散弹用的珠子。没用到，结果我用到了，嗯、他就相信一直砸下去，结果他就很惨啊。就他最后拿到吗？还是没有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最后好像刷到的吧。你问他就知道啦、啊。人家问后面，后面你拿到了吗？哎、欸，我先去把我的东西放一放。嗯。哦，你要把那个斩光跟。异臭蛋也放进去了。我看一下，不死虫、蜂蜜、爆裂果实、元气饮料，都放进去。你就是一样是留那个回复药跟回复药大、嗯，还有什么解毒药？嗯，火药粉。哎、欸，你先留这几个之后，你再把那个闪光异臭丢进去。嗯
投射器闪光弹这个。嗯。你之后会发现你包包越来越小，可以拿东西越来越少。投射器易臭弹。弓箭的长击屏到底是做什么的呀？加你的伤害啊。哦，带着。感谢礼物。陷阱工具。你有了、哦。我有两个。那个就是调配陷阱用的。哦，就是你们抓的那个吗？嗯。晚点关台，我再带你跑一次，我去收集陷阱的点。好，我先去一下。就如果我们真的都不在，但是你又不想捡喷，想玩游戏而不是剑山的话，我可以带你跑一趟。跑不完剑山。那他刚多扯嘛，开着两个剑山，再加魔物。那边喊好卡，两个剑三，对，我想说，我想说奇怪，我怎么好像有点卡？是其实没有很没有到非常卡，可是就是有一点卡，你们讲话会有点卡卡的。我想说奇怪，怎么会这样？他说都能卡，我叫他移除掉，他说不行啊。他说那个有恩情在的，有恩情在，嗯，看就是一个恩情被吃的死死的，我觉得这样不行。我有恩报恩没错，但是你恩报完了之后不能一直为了那个恩，我觉得那根本就是你自己私心而已。我没有呀，而且我玩的还不是人家，我玩的还不是我的号，你是不是喜欢人家？对啊，欸，你玩的还不是你的，那还说恩情不是已经结束了啊？怎么想都不对。你的恩情是不是想变亲情？我可以，欸，我可以打先问个问题吗？我找不到火箭队，欸，是转移话题。来四楼啦，你来四楼，东西都在四楼都有，你给我来四楼。我可是任务 NPC 四楼也有。有。哦，好，来了。怎么会找不到火箭队？就大门口进来就看得到啦。三个站在那边。一楼、二楼、三楼那一角。大门口，他在大门口啊。我明明还教过你说你给我走到正前方，然后你背对着那个靠告示牌，就看到左前方有火箭队，有没有？你凭印象说。有印象，有印象。这是什么，啊？管理调查任务？啊，我可以做这么多次调查了。可以还他。然后你看到的第二个那个啊，那个就是你探索过的毒鸡啊，或狩猎过的，都有机会开启这边的东西。管理调查任务里面的，你说看哪里啊？第二个管理调查任务。嗯，看下管理调查任务。这边都会有了，你采足迹都有机会开启这些东西，就可以回去再打他们一次。哦，但是这边，哎呦欸，你有看到有没有下面有个铜色、金色、银色的东西？有红色、白色跟金色。你是不是开剑山了？嗯。DC 的问题 ，DC 爆 ，DC 要失效 ，DC 坏掉了，啊！啊！算失不去喽，算失不去喽。喂，喂，我们来到香港了，耶！好，就像你刚刚踩到，如果是飞雷龙足迹的话，你有很高的机会可以再打飞雷龙，但是也有很其他几率是打到这张地图以外的魔物。哦，这张地图有的魔物啦，但不会是飞雷龙啊。然后刚看到一个是，刚下面讲的奖励那个就是金色，就是最好，越容易掉出稀有材料，但是它的惩罚会越多，比如说时间内啊，或是你能死几次啊，以此类推。嗯，对啊。哦，我看到一个红色、红色、金色的三个，那是铜吧？是金银铜啊，奖励。哦，对，铜金，欸，然后可是只能死两次，最多两个人。嗯，对啊，像两个人这种，我都是自己刷啦，或是删掉的啦。
铜应该是，哎、欸，铜应该是比较差的吧？你猜啊，铜，猜啊。可是铜银应该在铜上面啊。猜啊，建昌有没有教你？银矿，银矿应该比铜矿好呀。看腾腾他们在挖矿都是这样子，不是？哎，建山有没有教你、啊？怎么建山不挖矿哦？护石，哎、欸，我一直想看一下护石到底是啥。你还没带哦？还没有、啊。开始体力护石吧。体力。你生产装备嘛，第二个、第三个护士啊，里面有什么？有很多很多哎、欸，什么耐毒、攻击、防御、耐眠、耐绝、防风、体力、治愈、耐火、耐水、耐雷、火焰、流水、雷光、毒击、碎击、KO 护士，听起来很牛逼啊 ！KO 是急晕用的啦，打头会比较容易晕的、啊。还有夺去泡素、断食、铁臂、有爱、持续、快吃、加护、止血、地血、投石、潜伏、烟腹、角度、耐裂、耐冰、冰结、达人、回避、纳刀、研磨，没了。好，你现在只要做体力护食就好。我看一下，来，我来解释，耐就是抵抗他的那个抵抗的东西，就叫耐。这样你最上面的攻击珠、攻击护石是里面最难，也算是其中难刷的珠子，叫攻击珠，它可以增加你一点攻击、一格攻击。攻击护石啊？哎、欸，但是它就是攻击好像要到三才比较好一点。哦。还有，累积到三的话有额外的效果。嗯，然后像火焰、流水、雷光那些是增加你的属性伤害哦。像如果啊，你也可以做雷光护石啦，就增加你的雷属性伤害。嗯，不过我不能，还不能做，它都要水晶原石，可是我都没有。哦，那在那个哪个啊？应该不会是最后一张地图吧？没有见吧？哎、欸，不会啊，这么前面应该要多挖矿啦。这个我也才七十几个而已。这个比较少。对啊，或是你看看你有没有地质学。地质学。我也喜欢带着地质学护士在到处跑。我看一下地质学。但是还要水晶原石啊，你看有没有？有的话你可以做这个。有地质学，可是它也要水晶原石，我没有。对，那这个做出来之后，你应该可以马上升到三阶。我都带着这个在、啊、对它可以升到满，好像可以挖五次矿，有没有很爽？哦、那我得先挖到一个水晶原石。对啊，我要跟接待员，接待员在下面，这边就有了。这个也可以吗？就可以出任务啊。哦，我也要想说要跟我的 partner 讲话。partner 是如果有主线任务要找他的话，才要找他。你看你任务有没有吗？没有任务啊，那你去找 partner 吧。我去找他，接待员。哎、欸，你再来可能就是要去一楼找那个队长，可能啊。接任务看一下哦。哈气，哎、欸，看一下我们群组的来。有。啊，有，他有跟我讲。哦。哦，对，你在要打龙三龙了，我们去挖矿了。那也是挖矿圣地，是不是？那天你在爬的那个啊，跟你讲说进去挖矿就好了、哦就是嗯。我找到火箭队了。你找好久啊？达成交货委托，我好像没有呢。哎、欸，我这个居然可以、欸！我这是完成了吗？我怎么看不太懂啊？它必要数是200，稀有数是5731，这是扣我的吗？还是你看到白色都回，你看到
灰色就是你完成或是还没达成、嗯，白色都是你可以完成的。哦，对，所以那天不是叫你回扒什么咬鱼的皮，有的没的都要扒。这、嗯、我看该回的都回回。我看我的调查点数什么是扣的呀、啊？正常啊，正常啊，你要扣调查点数啊。哦，明白明白了。那个是扩充你营地的东西，所以那个都要回回。对啊，你就会发现你有新的营地、哦，然后每张地图都有一些营地，你要自己去打。原来。还有一些什么食材啊，什么也是从这里可以来扩增的，之后的食材会越来越多样化了，嗯，可以吃的东西越来越多了，对，从只能吃白饭到可以配一些小菜，像梅子，真香，小鱼干、梅子之类的，然后再之后就可以配一些卤肉，再来就可以。用牛排、薯条、麦当劳、肯德基、披萨，我天，越来越高级，越来越高级。好想吃麦当劳呀！这杯大可哦，这是你想吃的吗？荣三荣佑的，是你在吃的吧？对，没有，没有。哎、欸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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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爷接任务了，大爷接任务了。哦，龙三龙，我要打龙三龙了、欸。你们不能进来，我要直接进去。这是第一周目，哇！你直接叫我不能进去哦，好。没有，你一个人啊，你不是不能吗？他不要我们了，他不要我们了，我们自己组队去打其他任务好了。买啦，呵，没有，你这可以那个啊，你就是先前面剧情看完就好了。嗯，我要去带烧鸟头套了。那龙三龙是不是要那个啊？耐热啊？之后。等一下会爬他背上，等一下是不是要耐热啊？可能要耐弱吧。耐弱吗？对。好，那我穿个。好了，爬手龙头套，你是说那个吗？你也插吗？对对对对对对。七组三个。啊，这个好了。这样，你看到那个船会很帅哦。你说那谁帅？什么？我？哎、欸，是船，你跟船一样。你的头可以打开，跑出一根刺哦。哦，哇哦，跟船一样，还可以伸出来是吗？对，还可以吐西瓜籽，我知道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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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看剧情，他不是说那个龙是要去那里等待死亡吗？那我们干嘛一定要去打他？你有没有听他讲完啊？你听。其实我没看剧情啊。如果他在岛里面死亡，他身上的那些能量会释放出来，释放出来之后，你岛会承受不住那能量，会造成很大的伤害。哦。整个生态什么都会被破坏。哦。嗯、哦。所以他把他赶走，赶到陆地，赶到海中间，让他去释放他那个能量，在海里面释放的话，就不会影响到。哦，了解哦。所以我们才要把他赶走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哦，我没看剧情，我没看那么多、哦。都不看讲义哦。哦。所以我考试都不及格啊。体育课都及格。你们现在是不是不能进来？可以了啦。你还在看那个钟乳石的、哦、还不行？减少龙三龙的体力。哎，你有看到那些钟乳石吗？那可以射。我要。哎呦，他把我扔下来了。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进去了，可以进去了。可以走，可以走，可以出发，可以出发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我先确认一下我直升有没有傻、啊、出发哦，使用过了，发挖矿，跟我吃饭啊，不管啦、啊、你们也可以吃啦，走了啦，我要换生物表示点点点，
哎、欸，我，哦，没事，因为我现在戴爬索隆头套啦。走喽。你忘记器官在哪里了吗？我想说从最下面开始打，才想到要先打那个。哦，没有啦，问一下你记不记得而已。哇，感觉这个走过去我会烫死呢。走喽，上去喽！烫烫烫烫烫，拍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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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没吃都捡了，吃太快当你噎死。地上怎么没有石头？看，有了！阿娇，阿娇，阿娇，啊，阿娇，我怎么不带子弹？我的妈！哎呦，秀！这个好了吧？没了。下一个。啊！我要去打中路。啊！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啊！跳，跳，来了。哎，第二个。结束了吗？哎，不要，我还没出去，你打完呢。不会啦。啊！他还是要等面面子来吧，对啊，哦，面面子啊，对耶，面面子，对耶，对啊，他还是要等面面子啊。